本周办公室校花最大的亮点就是校花武侠又迎来了全新阵容，他们五位将在知名企业喜多多食品公司展开挑战。员工们为了赢得一天的带薪假期也是非常拼的。你哭什么呀？我都下去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那些精彩的片段吧。最精彩的马戏表演，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马戏团。首先给您带来表演的是我们马戏团最有名的海狗菲菲。有请。有请菲菲啊，你是菲菲兄弟。What？ 咱们海狗吗？昨天晚上吃肉燕辣稀了没来了。不是，那面包我也是。救场如救火，这都在这儿呢，快有请菲菲。好，下面给您带来特殊的表演，就是我们的海狗在这里为您顶球表演。对不起，现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下面我们的表演呢，暂时告一段落。但是，我们下面给您带来表演的这位，依然是我们星光马戏团另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，那就是来自森林深处大猩猩二毛子。有请。你是二毛子，咱大猩猩一块儿，昨天还有一块儿吃的肉燕，一块儿拉的稀。二毛子。首先向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打一个招呼。非常二毛子，下面给我们带来的表演非常的亲切，因为在现场有一只非常性感的母猩猩，我们的二毛子要现场对他示爱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注意掐住你的腰。夹住你的腰，腰在哪儿？身体上最细的地方。腰的底儿，腰的站。下面就用你的火辣双唇去向那只母猩猩求爱吧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最有戏的音乐表演一。哎，同学们都来了啊！今天这个音乐课啊，今天我们来学习。为什么？你今天别唱了，你不行了，今天别唱了，该来了、啊、这孩子。哎，老师呀，这地怎么整的呀？也不让人收拾收拾啊，都湿了。没事，那个有你师妹不懂事儿，没事啊。啊，这是我师妹啊。那个、啊。也可能是你师娘啊，都没准啊。上课烤肉的啊。这个今天咱们学简单一点，这个孙燕姿的遇见啊。好，老师给你起个调啊。行。听见冬天啊，这个调好不好啊？好，来，五六走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。不行，你没有感情啊。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歌词啊。啊，听见啊，听见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怎么听见？你听见了吗？就是表现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听见呢？听见？听见，啊，听见。哎，对了，对啊，冬天，冷吧？啊，冷，对，冷。的离开，冬天一离开，啊，不冷吧？不冷，还得还热啊，热啊。这样，你这次呢，你主重你这个是感受啊，老师来唱，你来感受啊。好，大家跟老师节奏啊。哎，好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的。没办法啊，走。我遇见谁呀，会有怎样的对白？叫师娘。
我等大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你来了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的人海，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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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别急别急，买票没票。哎呀，哥特别棒啊，那个地铁就脚踩着脸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是是是。最重要最后一句咱们加一个处理啊，加一个处理跟原版不一样啊。我拿块砖往自己的脸上拍。不是啊，是这么胖吗？不是，咱们加处理嘛，你得感受啊。哎，老师，你们啥都有啊？啊，来来来，好好。我拿块砖往自己的脸上拍。哎，各位再来啊！刚才老师一个琴弹错了啊！好，来来再来啊！我拿块砖往自己的脸上拍，来拍拍拍拍拍。哎，等等，老师，拍一来拍拍。你不是忽悠我吗？什么？这歌是这么唱的？你怎么就不能唱呢？是这么唱吗？啊！你现在我根本不跟你学。给你师哥看看怎么唱了。最有戏的音乐表演二。音乐啊，主要是用心啊，用心交流。是，今天这个是邓丽君老师的一首老歌啊。哦，美酒加咖啡，会吧？哎，会。正好我就帮你调整一下。好，五六七，走。美酒加咖啡，苍白，无力，苍白。这个老师，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你得低头好好想想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哎呦，老师真的。你要不然怎么说是专业大师级的呢？专业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一看我就明白了。来啊啊！这样，老师呢来唱，你着重的感觉一下这个情怀，好情感啊，来，好吧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往事。又喝了第二杯，好，特别棒，特别棒啊！后边这两句呢是这个“往事如流水，管他去爱谁”。往事如流水啊，我希望你是这个下半身异常的清醒，上半身醉，不省人事。哎呦，好，我明白，我会努力的啊。管他去爱谁呢？我希望你这个是左半身异常的清醒，右半身不省人事。好的，这个要考验你的一个张力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往事如流水，往事如流水，管他去爱谁。回来走。我用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又一杯，来一杯又一杯呀，走一杯又一杯。我觉得吧，这歌不能这么唱，再这么唱就倒亮了。我跟你说，至于吗？那你说的对啊，是不是老师？对，没毛病。今天咱就不唱歌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要说唱咱就唱到底。你哭什么呀？我都下去了。颜值抛掉，玩命搞笑。明天同时间，办公室小花精彩还将继续。